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جاو شي خي تشيو شي جي دا جي زي يي تشي زان سون شوان غوي ان لا جون شي جي دا شو ان لا زي غول جين شون شو ان لا جيا ني مان جون دا شين دا شي شن جي بين جيا ني مان جون يو شوي وين دا رين مين تي شون تي شون رو غان جي安拉是摄惹你们的行为的，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以及所有生命弟子。再过几个天，我们就将欢来新学年。我们祈求安拉让新学年成为努力、勤奋和工作的一年。求安拉祝我们孩子成功。毫无疑问，伊斯兰特别重视日食，因为日食会带给心灵、生命和光辉。谁求学？谁将在今后两时获得特选和纯长的评级？日食让人接近静心，并明白合法与非法事物。安拉也日食提升一部分人，也降低一部分人。正如安拉所说：“你说有日食的。”与我日食的相等吗？伊斯兰特别重视日食，并鼓励人类寻求日食，因此首次降食的结论是：你应当奋力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宣怪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入物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以上经文都说明知识的高贵，也鼓励人类寻求知识。知识有时与族心中的地位，学者们有时很高和崇高的地位。假若没有知识，那么人类不会遵循正道。知识是安拉在人们心灵中透露的光明的人。人以知识会区别之为，对人们而言，学者们像星宿一样，因为人们借助学者们而遵循正路。安拉说：“做你的主，将是你的人设真理。”难道认识这个道理时，跟盲人是一样的吗？唯有理智普才能记住。在这节经文中，人们分为两部分：学者和盲人。安拉是知识反对盲目。安拉说：“因为肉眼不盲。”鸟中的新年却忙了。在这些经文中，视觉是日食的，而不是肉眼。古人心提升了日食的价值，因此安拉用了“全凭”这个词来代替日食词。安拉说：“没有全凭。”而争论安拉的意象指。与安拉和信使看来是很讨厌的。安拉这样封闭一起自大的高傲之的心。穆圣曾在圣训中指出日食的地位和求知的高贵。穆圣说：“谁踏上了求知的道路，安拉也为他开辟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春天前，夏翅膀，缓解刻苦学识知识的人，
天上的众生，大地上的众生，甚至美丽美丽边的鱼类，都为有日食的人求饶。有日食的人有月于虚时，有如月亮光明于群星。有日食的人是先知们的即称之。先知们没有留下金币，而他们留下了日食，所以水火的日食，他以获得伟大的恩典。阿布扎尔的传书牧师对我说：“阿布扎尔啊，你早晨起来学习一些天经，生于你利益百倍。你早晨起来学习一门知识，无论是否尊心，对你来说生于利益千倍。”伊玛目阿里说：“知识胜于钱财，因为知识会保护你，但是你保护钱财，钱财会因时机而减少，但是知识却因积极而增加。知识有时教师和求学者应该享受的崇高有序的道德和理解，其中包括教师和求学者应该为安乐而享受求职，担保向师的享受和公民教育都是获取宗教知识的途径。因为牧师曾严厉警告过公民教育，正如牧师所说，谁求知识为了和与人争辩，或者和学者们进行夸耀，或者让人们的面容转向他，谁必定要尽活于而谦虚。麦利克向老师写了一封信，他说：“你求知识时应该具有庄重和严肃。”阿里说：“你求知识时应该具有庄重和严肃，因此知识和王子尊的是相互排斥。”不共戴天的不可求知。二，违抗安拉，但是敬畏安拉是求知的最重要途径。安拉说：“你们应当敬畏安拉，安拉教会你们，安拉是全知万物的。”有人说：“谁履行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么安拉以他所不知道的事物教导他。”工作是日食的条件之一。安拉在描述善良的仆人时说：“他俩发现我的一个仆人，我已把从我这里发出的恩惠赏赐他，我也把从我这里发出的日食传授他。”又说：“我是苏莱曼，知道怎样判决每一个我，都赏赐了智慧和学识。”又说：“雅雅啊，你应当坚持经典。他在转念，是待我已赏赐他智慧，还说在你超越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三，教师和求知者应具备庄重和严肃的品德，因为知识有时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有时庄重和严肃。
庄重和严肃地表示这依旧是中式为外观美丽保持洁净。用香水原地为看安拉的场合，牧师说品德高尚。文件此中中庸洁净是圣品的25%，学者和医生一样，求职者和病人一样，因此学者应该温和地善待求职者。给他说我们准入穆阿维亚 ibn Hakam 的传出，他说真的，我跟着安拉的使者一起礼拜的人中有人的，我说愿安拉赐福你。于是人们都将目光向我。我又说，中午了，怎么了？你们这样看着我。只见大家都用于破自己的脚，我向他们看，他们都示意我别再说话。其实我已经不说话了。安拉的使者立完了拜，比父母更恪守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不可能见到有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好的教师、更好的老师。日若法师，他没有指责我，也没打骂我，除了一场礼节以外，还有一些求知识应该讲授的礼节，其中包括一，尽量求知应该持续不断的求知，同时要抓紧时间多做有利于听候良师的事。尊敬教师伊玛目沙菲说，我在伊玛目马里克那里求知时，我慢慢地翻译，因为我担心他听到翻译的声音。阿哈麦乔克说，你应该向教师讲起来，因为教师曾几乎成为圣人。毫无疑问，我们迫切需要学习所有有益的知识，无论是宗教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因为科学研究创造力和创新在当今社会也是很必要的。我们也应该仿效穆斯林前驱们，应该像我们祖先那样建立求知识，直到我们不发达国家后称。有人说，我们应该像我们祖先那样建立养舍大地，影响他们所做的呀那样，教师和求学者应该预备没得做任何事情，要养精意志。于是他也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知识和工作是产生民族的自豪、尊严和他人尊重的保证。道德和知识有助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我说了以上这些，求安拉饶恕我和你们。一切赞颂传归安拉，众世界的主。我见证万物非主我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使者。各位穆斯林，伊斯兰教提升了知识和学者们的价值。伊斯兰鼓励学习所有有益的知识，无论是宗教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并提高学习者的地位，尊重他们。有益的知识包括所有科学，无论是宗教方面
还是进食方面的安拉说，安拉的仆人中只有血热敬畏他。在宇宙日食方面，安拉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安拉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加然后借雨水而生千个种果实，常常有白的、红的、各色的加温喝起黑的羊吃。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的有不同的种类。安拉的仆人中只有血热因为他，安拉却是万能的，却是日食的。又说天地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具有许多迹象，他们展翅做事。当这几年安拉问四位天地的创造，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没有突然的创造这个世界，我们赞颂你超血万物，求你保护我们免受火狱的刑罚。有益的日食包括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效法知识和精神知识，例如阿拉伯日食、医学、药理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工程学或者能源学，日食创新的个人基础。安拉说，你们应当请教生命教会时，如果你们不知道教会这个词是一个综合词，即有益的知识，无论是宗教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教法知识、政治知识。在当今时代，学生们特别需要救人无解，同时改善被丑化的伊斯兰形象。他们也应该尽量传播正确的伊斯兰思想。我们的主啊，求你使我们属于这些公正人，求你不要惩罚我们如果我们遗忘或错误，求你使我们的事业完全端正。